色。我咪應該幫你改個名字叫水力氣積霸咧。一般咧磨砂會磨到個皮會可能會刺激皮膚嘛，但係 jetpeel 我覺得就好 gentle 咯。咁咧而家幫你咧做翻個上唇同埋鼻哥位置，咁會用個棉花遮遮住個鼻哥嘅。嗯，好。等陣，一、二、三，擺一擺氣啊！咁另一邊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咁做翻個鼻哥位啊，遮遮住鼻孔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到另一邊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幫你動翻個額頭位啊，一、二、三。感覺好乾淨啊！塊面好似輕咗5磅咁樣，啲死皮。